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团体项目北区决赛，参赛的项目多达12项，参与队伍高达860队，超过25000人次参赛，是分区决赛中队数最多的一区。基隆市政府与25所承办学校通力合作，为参赛学子提供最佳的舞台。很高兴我们今年我们能够承办我们全国的音乐比赛，北区的总决赛在我们基隆举办，25000多个学生，光是这个主场馆就有297队，所以将近300队是在这个主场馆，来自于我们北部的所有的学校都非常非常的努力认真，表现出他们在音乐的造诣上非常独特，还有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表现啊！我们基隆市今天能够承办这样的一个业务，我们予以荣焉。参赛队伍都是各县市初赛中的佼佼者，在这舞台一决高下。非常开心，就是可以还在我们自己本地，整体的流程也都非常非常顺畅。那非常感谢这次整体全部流程的那个我们学校帮忙的老师们还有工作人员，那非常辛苦。那这一次其实小朋友我们也看得出来，我们学校人数并不是很多，只有21个人，那我们其实面对非常多那个来自各地方的英雄好汉，对，其实小朋友的压力非常大。那我相信他们在台上也已经非常非常尽力的把这一阵子我们累积到的所有的成果都很尽力的表现在上头，相信大家在台上都有很享受自己的音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音乐比赛推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边，然后就是上台的时候我也很紧张，然后就是很开心这次可以在基隆比，最后我也很开心就可以享受这个音乐。今年我是9年级的学生，现在在准备会考。那音乐管乐可以让我有一个可以舒压的方式，然后也很高兴可以参加这次的全国比赛。透过这次赛事，来自全国各地的团体可以切磋交流，相互观摩成长。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